情都是站立，我覺得 McGregor 機會是大一點，體能就應該是 Khabib 機會高一點，Khabib 他的 take down 啊，他的體能啊好過 Conor 很多。始終我覺得 McGregor 很久沒打 MMA 呢，隔了那麼久才再入回 Octagon 打，都還支持他，我覺得他都還有機會可以贏到今晚的比賽。即係如果佢跑，其實佢都贏，可能我都 KO 啦，係啊。加油 ，McGregor！ 特別比預期更加快入局啦，一定要贏啦！完全是意料之中的打法嚟嘅，但是就睇下 McGregor 出唔出到嚟，或者搏嗰一個 death touch 一拳搞掂嘅咋。俾啲掙扎係咪咁講先？啱啱睇完 Khabib vs McGregor 啦，咁非常好睇啦。講翻長拳，長拳有 McGregor 好明顯俾人隔實隔啦，都諗到會係咁嘅，因為 Khabib ground 真係好犀利啦，咁啊。就是想看冷門啊 McGregor 贏的，我期望 McGregor 之後可以再回來啊，$85有嘢食有酒飲，今日氣氛咁爽啊，我想我下次再有幾次都會來這裡看的，一起支持的選手的話那個氣氛會更加好咯。飲食啊，你想想為什麼不開心啊，可以搞多一點，希望再搞，我覺得可以再搞，好的啦，長卷這樣就完了，如果下次想看早點報名啦。